又是终结榴莲，今天的问题都是啥？其中有你的榴莲吗？闲话少叙，赶紧进入本期的留言终结者。一，前夫芹菜有没有办法被大姐干掉？有的，拿只僵尸勾引，芹菜起身就被干掉了。二，大嘴花大招能吸猕猴桃砸进地里的僵尸吗？根本不行，纹丝不动的。三，猕猴桃砸进地里的无敌僵尸铁锤男能恢复吗？无法恢复。四，机甲橄榄遇上火鸡投手能移动吗？一个火鸡投手攻击能前进。如果两只的话，就差不多原地踏步了。五，轮滑大姐能干掉防风草吗？直接脸掉了。六，大锤僵尸反弹必起大招能干掉僵尸盾吗？是的，植物和僵尸盾一起干掉了。七，奉献花的橙色形态能定住巨人吗？可以清楚的看到，橙色奉献花是能够定住巨人的。八，新植物的高魁舞蹈动作怎么样？铁锤男目瞪口呆，没啥动作。火鸡投手会扇动翅膀，上下耸动。以上为本期的问题答案，提问的同学可还满意？抱着科学的态度解答 PVR 中的各种留言。我是小畅，下期再见。